孩子魂蒙蒙，今天能可高兴，最起码高兴啊。所以孟豪在想，看这个我小妹妹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二爷爷杀了76只羊给这个过买呀之类的。我二爷爷叫我们过来吃羊肉了。今天来我们家跟他小妹妹来了互动玩来了。哎呀，你们他奶奶，我大嫂子。哥和大家离得不远，我们就离得2-3公里。我和大平时和我小爷爷在我们这儿就是养羊的，他们家养好多只羊。哎，爷爷还有多少羊了？这两天是7-6了。这两天该过世的有多了，不是？啊，过世的这个中秋节让定成肉了，都让出南方佛头关的就多了。所以我说爷爷，中年过个满月就杀76只羊。我们陕北人过四期啊，第一顿饭都是离不开羊肉的。过第四期你倒不是开始跟羊打上交道了？哦，我40来年了，我来羊贩羊的40多年了，就爱跟这个打交道。这里说根本也不，你说做什么就一直做什么，他到成功时间还有一定话说。今天才看见这个生意好，明天才看那好，那你就一事无成。咱们这儿过四期都上手把肉了啊，就3拜拜上的去高级不行的，而且是给的手把肉一上，手把肉很便宜，肉就最好了。嗯，今天爷爷就这货给你逮上一只，你看你看看就这个羊，保险要叫好吃，好吃的羊就是它皮毛也不一样。嗯。我二爷在圈里面拔了一只，准备给我奶奶杀着吃了。二爷，你要还种多少玉米？种140。全种玉米啊？啊，全种玉米。羊带种植大户。哎呀，整个树长起来好看了。好看。新疆大白杨，我二爷爷比较喜欢树，门口栽2号，背后栽2号。就嫩的，我跟你说，就黑不黏黏的了，嫩你说的。所以爷爷家长了，赶紧来洗家来，然后一倒水这就来了。我也看见我二爷爷来了，两个孙小子把他给洗家去了，尊老爱幼。我们羊已经杀好了，现在要和他就开始给我们分割，分割就能剁了。杀多少斤和他？这个羊杀了31斤，这个羊肉特别好吃，腿上的肉给他剔下来。静静在那风中走过，岁月没有在他脸颊沉默，我们曾在这一起分享你的快乐。这个就是咱们周边过世吃那个手把肉，肉量比较多，是核头叫沙肉块，再一个就是细毛，它的肉丝子比较细，口感不错。这季节会多少了？150来。哦，不亏我二爷爷是我们陕北的养殖大户。拿回来没以后的羊的防疫，羊的适应期的饲养方式，是比较关键。你轻轻地走，我跟你后妈那会儿，我们两个人喂1700多羊。所以说创业路上哪有不难的？最近有好多人说我爸爸和我妈苦太重了，你看我后大和后妈也是起步很难。我二爷那阵和我拉话了。说他那时候起步有多难，有多难，欠一边60多万的债，养殖业很难。在不断的努力，加油，一定会成功。迷失的梦，谁最深情的脸，在这一瞬间，在遥远天边。
紧紧在那风中。要说是，哎，我打起下苦种点那子，在外闯出好日子来，你现在有这个行道了。现在最有钱人是不是？种地的人一到都上海了，你这个一年时间忙多少？一路上都是我过几级交费班也挣个两万来块钱。今天胡妈就把一只羊全炖上来，说肉比较多，现在就是了，正好羊尾来串来了，正好炖上吃羊肉，这正好开着了。来，上桌桌。来，多要点。哎，你看你今天你是老大了，你哎呀，你第一把酒椅我让给你坐了，你。哎，这个也不小了。嗯，嗯，都过来。最温柔的风，你静静看着我们最不舍的面容，像流星划过夜空，转瞬即逝的梦，是最深情的脸。把侯大拿来了来吃嘛。你不能说回去了，回去把奶回来赶紧喝。不该把奶回来的太低了。还有这个家庭文化，所以也不叫你发财了。哈哈，你就要有归路了。